欢迎下次再来。你真这么喜欢啊？你要喜欢的话，去求别人送给你好了。你去，我不去，又不是我要。 谁要谁去？请问这个可以给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二位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任务，按照我们的规定来说是不能赠送的。哦。 小姐姐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玩偶，你就送给我吧。嗯，求求了，好不好？像不像何子京？